你醒了，还烧着吗？啊，没事，已经不少你以后少喝点了。嗯。酒，为了谁都不值得。我去给你做点早饭。啊，没事，不用。那个，昨天晚上估计你也没休息好，你早点回家休息吧。那你也好好休息。谢谢你啊。等一下，把药拿过来给患者服用啊。好，不，医生，我可不吃药。是这样的啊，这个药呢是从你的全自然果汁里提取出来的，对你的病情很有帮助。真的假的？记得吃药。您怎么来了？真不好意思啊。真没想到啊，你还是到医院里来，我们都很失望啊。哎，对不起，我晕倒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进医院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个，我今天过来呢，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咱们的全自然果汁啊，推出了全新的升级版本，它的营养是从8种珍稀的水果当中提炼而出的，营养更多，疗效更好。真的？是是是是。别急，别急，别急。是啊，是啊。那就是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了，是吧？你说这么好的果汁，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啊？应该的，应该的。所以呢，公司决定让你先买100瓶，把它推广出去。可是我之前的果汁还没卖出去呢，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钱啊。我说你什么记性啊？你忘了，咱们全自然果汁和天天贷款是合作关系呀。你可以先把款贷上，然后把这些卖了以后再慢慢还上嘛，对吧？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你还来骗他的钱是吧？我谁给你？你要再敢来找丽丽，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误会我先和生，丽丽上是神经一院。谁给你家人？是老公。白医生，丽丽，丽丽怎么样了？丽丽，别闹戏啊！流量5升每分。丽丽，怎么样？患者暂时没什么事儿吧？刚刚那位是？就是他拉着我老婆去卖果汁的，那个骗子，我早晚要抓住他。我现在可以去看看他吗？嗯，可以。谢谢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相信这种伪科学？像他这种执迷不悟的人，就应该不管他，让他吃点苦头，他就醒悟了。那你刚刚还骗那个患者说药是从果汁里提取的。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是一门艺术啊，针对不同的患者，你要用不同的方法。肖医生还是挺了解我的。白医生，不如你也跟他订点果汁，自己用来补补吧。那我送你一瓶。哎，你们看，你们看，看什么呀？吃饭呢？那个温锦锦在微博说要放弃追求白医生了。好事儿啊，终于看清他真面目了。什么呀？肯定是白医生拒绝他了。白医生怎么可能看上他呢？这么快，评论就有3000多条了。我给你们念一下啊。我还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呢，没想到是这种结局，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又不是他自己父母离婚了，他凭什么就不相信爱情了？脑子里有水。还有这条，姐姐真可怜，抱抱，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没准男神就心动了。不过我永远支持你的决定，你一定要幸福哦。坚持，坚持有用吗？要是坚持有用的话，就没有失败者了，我早就上剑桥了。你就是个愤青。
到这里，我终于呵呵了。像博主这样觉得自己可以视美行凶的人，简直打脸啊！你长得好看，对方就得喜欢你啊，强盗逻辑。这条评论多好呀，终于有个明白人了。你这种人，我没法跟你说。吃饭，吃这个。哎，如果我们是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场合遇见，不知道结局会不会不同。这话里话外都是幽怨，看来你把人伤得不浅啊。我帮他吸了那么多粉，他做梦都会笑醒，哪有功夫幽怨？你这个人就是太冷血了，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太好了，白竹，那锦如女不会再关注你了。消息挺灵通的呀你。那当然，我时刻关注着呢。土匪啊你是？无糖的，你减肥啊？不，减肥有用吗？嗯，肖医生来了，那整容你的微博你看了吗？看见了。看来肖医生也这么关注我们家白竹啊。我们肖医生才没那么闲呢，是林真真的丫头硬说。其实呢，你们多关注关注我们家白竹，我还挺高兴的，省得让某些人钻了空子，就像那个整容女一样。什么叫你们家白竹呀？你跟白竹什么关系啊？既然你都问了，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喜欢白竹，我早晚会成为他的女朋友的。天生一对儿，自我感觉良好。哎，郑医生，这是办公室，你别胡说八道。好，听你的。哎呀，真够酸的。每天按时刷牙就不会酸了。你等会儿干嘛去？喂。这小姐可能是被那谁刺激到了，跟得太紧。我朋友送了我几块安格斯牛排，澳大利亚空运来的。你晚上有没有空？你来我家吃饭，我煎给你吃啊。郑医生，我必须要明确的告诉你，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想法。我知道你喜欢肖医生。我喜欢谁，想和谁在一块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希望别人介入到我的生活，干扰到我，包括你，明白吗？徐然，你给我站那儿。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我就是想对你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郑雅贤，你必须要清楚，我想找的是一个爱人，不是妈。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烦你。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这么狠至于吗？你这回是把他心伤透了，雅洁爱上你真倒八辈子霉。再这么拖下去，对谁都不好。还是得快刀斩乱麻。他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一向吃软不吃硬，你这么步步紧逼，一定会把他越推越远。他说那句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你就继续默默的给他关怀与陪伴，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好。我好像确实逼得太紧了。嗯，行啊，你理论知识够丰富的呀。那当然，红山第一情圣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那我问你，他追求肖医生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你这个狗头军师在出谋划策？我哪有，他自己主意多正啊。那好，你是支持我和他，还是支持肖爷和他？你看，你俩都是我好朋友，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的。将来你俩在一起了，结婚随份子钱，我也能少随一份。去，真会算计。但是感情的事儿，真的勉强不得。我不甘心，我偏要勉强。白医生，我有话想和你说。
昨天你生病了，蜷缩在被窝里，可老实了。我头一次见你这么老实。你想说什么？跟你喂姜汤的时候，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我？你说嗯。我当时人都烧迷糊了。我知道，那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次安慰。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给到我那个答案之后，我竟然觉得还挺幸福的。也正是因为那一丝幸福，让我坚定了我自己的选择。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得到你，要好好照顾你，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郑雅洁，我这么跟你说吧。不爱就是不爱，要是两个人勉强在一起，彼此都不会幸福。你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啊。没关系啊，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多浪费这几年。我不会轻易放弃的。肖医生，你说白竹到底哪里好？他们看上他哪儿了？你呢？对白医生有自己的看法，我对白医生也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这很正常。但别因为这种观点影响了同事关系，最后影响工作可就不好。我也就是说说，也没把他怎么着。要是真影响了工作，可就晚了。而且我觉得，白医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堪。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前几天你们还横眉冷对呢。怎么这会儿就替对方说话了？到底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的事情多了，不如就别搞清楚了呗。你看现在天也不早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得工作一天呢。嗯。肖医生，恢复的不错啊，出院了。可不是嘛，你看，肖医生，我说吧，不用住院，我最后还不是因为我那个果汁里提炼出来的营养成分，我好的呀。丽丽，嗯，我看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有些话呀，我本来打算回家再跟你说的。你所信任那些人，已经被警察一锅端了。来，看看吧。直到现在，你还相信那些所谓的果汁吗？你所吃的药啊，也不是什么果汁提取的，我们都是骗你的。是肖医生和白医生，他们给你治疗，你才捡回了一条命啊。丽丽，我知道，以前都是我不对，我光顾着忙事业，忘记关心你了。等你身体康复了，你去找一个真正的工作，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您哪儿不舒服呀？医生，您不记得我了？两个月前我阑尾炎，是您给我接诊的。哦，那我想起来了，您现在是怎么了？恢复的不好呀？术后我一直断断续续的腹痛。应该是刀口愈合的不好，您躺下，我再给您瞧一下。不用了，医生。我同事的孩子在三院工作，我这次来呢是想复印一份我当时的手术记录和各项检查报告，想让同事的孩子帮着给看一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那个胃食管反流的患者，他又喘不过气了。啊，那我去看一眼。来，医生，我的事儿您看。林芝，你帮这位患者把他的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复印一下。哦，好，谢谢您了。哎，刚刚来复印那个患者，他走了吗？走了呀。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都给他复印了，让他去档案科拿了。怎么了？你把他复印东西给我看一眼，我担心出什么问题。
你把这个加起来。他今天加入病户，他就转出去，记录下来啊。这个我来移过去。好。可以确定啊，是肿瘤。那白老师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只有 CT， 是没法说。现在只能说明他肝脏里面肯定是长了一个肿瘤。哎，对了，藤花，说是患者找你复印过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是吗？他上午来的，当时有点忙，没多想就给他复印了。主任，就怕患者是有备而来，说不定患者早在其他医院查出了肿瘤，往回推两个月前的病史才发现藤花没看出来，于是为了搜集资料提起诉讼，刻意轻描淡写，就是不想打草惊蛇，引起我们怀疑。主任，那怎么办啊？咱们没事，这个事情我会上报给院里的医务部门的，啊，咱们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主任，您别担心，我知道咱们 ECU 现在不能出事儿，我也不会连累科里和院里。诊断是我出的，术后也是我负责照顾的，责任我一个人来扛。主任，这件事情我有责任，要不是我缠着唐医生的话，他就不会忽略那个阴影的。主任，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行了行了，这个呀也不是谁个人的责任啊，这是咱们集体的事情，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一起扛。凭什么一个人的问题要所有人扛啊？道德绑架呀。诊断出错就应该承担责任，不是吗？我愿意承担责任。谈话是我们一个集体，干嘛呀你？什么我干嘛呀？啊，我刚才说诊断出错，又没说谈话诊断出错。那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能不能拜托你们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啊？啊，严格来说，这件事儿谈话没有任何责任。当时复明主诉是下腹疼痛，和肝脏肿瘤没有任何关系啊。唐化根据下腹疼痛诊断出了阑尾炎，阑尾炎手术非常成功，没有任何并发症。CT 照出了肝脏肿瘤，只是意外收获。任何一个医生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查出患者身上所有的疾病，所以就算要打官司，我们也未必会输啊。没错，是这个道理啊。海珠分析的非常对哈，咱们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对吧？也不是神。那咱们就看接下来患者的反应呗。没有责任不代表不作为啊。我觉得白叔说的没错，我们应该主动联系患者。为什么呀？患者把资料复印走了，他们未必能发现问题呀。我觉得如果我们主动联系的话，会不会惹祸上身啊？不管会不会惹祸上身，也应该尽早联系患者，以免耽误他的病情。我支持唐医生。我也支持你。我也支持。我也支持。看到大家都一心为着患者着想，我很欣慰。不管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关乎到患者的安危，咱们作为一名医生，不能因为害怕被纠责而隐匿不谈，啊，唐华，你赶紧联系患者，尽快的给患者做出肿瘤评估，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好，我马上去联系。你们说的是这个阴影吧？当时啊，没发现，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是肿瘤，所以我们建议啊，你尽快去做个病理检查，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好安排后续的治疗。我上午来复印资料，你们才发现这个阴影的吧？之前是我疏忽了。你们主动把这事儿告诉我，就不怕我告你们漏诊吗？啊，这漏不漏诊，我相信医疗事故委员会会给咱们一个公正的评判。那是作为医生呢，我们首先考虑到的还是病人的病情。肝脏里的阴影，阑尾切除手术之前我就知道了。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来肝脏里有两颗血管瘤，这些年持续复查，一直是良性。上回我来就诊时，觉得这跟手术没有关系，所以就没有特别告诉唐医生。那没事就好。但是因为你持续的腹痛，我建议你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好吧？那就麻烦你们了。没什么事儿，跟他说清楚就可以了。傅先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嘛，我这腹痛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这次的腹痛啊，是慢性肠胃炎啊，跟血管瘤还有之前阑尾切除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呦，没大病就好。嗯，可这个慢性肠胃炎严重吗？您放心，这就是一个常见病，您按时吃我给您开的药，应该很快就好了。嗯，如果后续您有任何的不舒服，直接来找我。我也算是个老病号，可从来没有接到过医生主动打来关心的电话。你们同山医院急诊科是第一次，谢谢你们对患者的关心，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赶紧去拿药吧，啊，就前面拐弯就到了。哎，好，好，好。干得不错。唐浩啊，我听林芝说你找我呀。嗯。哦，对了，林芝跟我说 CD 尿有阴影的那个患者是肠胃炎。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受怕了。陈志，以后你都不用假装有男朋友了。唐话，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我让你假装有男朋友或母妈，其实就是希望母妈不来打扰我。可今天这件事儿给我提了个醒，这样下去给了你太多的希望，对你不公平。你和我始终都不是一类人，在复明的事情上，我坚持主动联系患者，你却有太多的顾虑，在看待事情的想法上和处理事情的行为上，我们都有太多的不同。三观不合的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红啊，我知道我跟你还有一些差距，这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对，行吗？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那看问题的想法和行为自然也就不一样。就比如说，你觉得我是因为你的纠缠才会误诊，其实不是的，这是你对我工作能力的不信任。啊，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听你的，好吗？不能这样，做人要有主见。从今天起，我们必须结束这段假装的亲密关系。阿姨，那怎么办？你怎么跟阿姨说呀？跟你说实话吧，我没想过。可就算我跟我妈那边闹翻了天，我也要跟你结束这段关系。之前那样的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哎，腾哥，腾哥，我错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以后我改还不行吗？真的，你别这样好吗？对不起，之前都是我不对，是我的自私给了你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后我们还是普通同事关系。谈话，谈。所以你们俩真的结束了？或许早该结束了。嗯，我看你前段时间对陈志的关心也没那么冷漠了，还以为你们俩有戏呢。其实我怕的就是这个。你看人还挺准的。我现在慢慢的有点习惯了他对我的关心。不挺好的，你从了他得了。从什么从啊？我不想谈恋爱，更不想结婚。况且我对陈正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许我不因为依赖和他在一起，才能减少对我们最少的伤害吧。你这歪理邪说一套一套，我说不过你。但是你妈那边怎么办啊？阿姨不会善罢甘休吧？真正勇士，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你想好了？我想好了。那要是我不同意呢？您同不同意，我都要跟他分开。再说了，您是我亲妈，您还能真不要我呀？我呢，之前是做了一些荒唐的事情，给你介绍男朋友一个又一个，那是因为你老大不小了，又对自己的事情不上心，我呢，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为了刺激你才这么干的。现在呢，小陈出现了，人家小陈多好呀。可是你告诉我说性格不合，性格不合，现在的年轻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性格的？性格不合可以磨合，没有感情可以培养嘛。
你们两个都是医生，天天在医院里头朝夕相处，有共同话题，培养起来很容易的。我们年轻人想法您不了解。嚯，有这么复杂吗？这个不是挺简单的啊？小程到我们家里来，我和他相处起来一点都不累，这个就是好的婚姻基础。他呢，正派又实在，我把你交给他，我是真的放心。妈，我和陈志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妈是过来人，人家小陈对你怎么样，我是看得懂的。他是不是真的在乎你，是不是真的爱你，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我现在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有钱，我现在在乎的是他到底怎么对你，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你。您说的道理我都懂，我会处理好的。好，你会处理好最好，省得我呢天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替你瞎操心。我呢也是你这个年纪过来的，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会明白的。可真等到那时候，就怕你后悔来不及。楼下好像有人喊你啊，听声音好像是小陈，快看看。唐风，真是小陈。哎呦，唐风，天这么冷，楼下这么大的雨，他又没打伞。哎呀，妈，小陈到老师，我去给他送伞。哎，那你好好跟他说，让他早点回去啊。伯伯，你就是车掉了，喝酒了？啊，我就喝了那么一点点。别这么没出息，跟你回家。你知道吗？这么时间，我当你的男朋友，关心你，照顾你，我以为时间长了，你就会当真了。你听不懂我说话呀？赶紧回家。好话。别让我瞧不起你。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啊。就赶紧回家。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那你赶紧回家。好吧，别走。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我回家。好好的非要去淋雨，你想去呢你？受凉了吧？吃完饭赶紧把这喝了。你先洗耳过吧啊，陈志宝宝，跟你说了，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吃饭。陈医生，你没事吧？我没事。这么大酒味儿！患者从饭店出来就晕倒了，被一名路人看到，帮忙叫了救护车。昏迷多久了？从叫救护车到现在大概半小时吧。先给他验个血，排除一下酒精中毒，
如果不是酒精中毒的话，再给他做一个头颅 CT。嗯，好。三床的腿还是肿，再观察观察吧。小晚上，你快去看看吧。怎么了？四床患者家属对陈志有些不满。真没用！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家平平从小就是酒精过敏，滴酒不沾，你怎么能怀疑他酒精中毒呢？可哪来那么大酒味啊？检查报告，血液里没有酒精成分。你这是什么医生啊？我们家平平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家就完了，你知不知道啊？患者家属，患者家属，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患者的病因，及时治疗。唐化，去看一下 CT 结果出来没有？好。根据症状体征和 CT 的检查结果来看。初步估计是脑梗。患者今天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他早上出去的时候说有点头晕，眼睛看不大清楚。哦，还说肩膀这里不大舒服。后面就去上班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他都出去一天了，您就没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也没什么事情。医生，他这么年轻，怎么会有脑梗？你知道患者有高血压吗？我不知道啊。他以前来过我们医院，病历上写了。他患有高血压至少三年了，还有高血糖，一直在用药物控制。我不知道啊，我家里经常都是些感冒、咳嗽药什么的，也没见别的药啊。他从来也没跟我们说过这。再去做个头颅的 MRA 吧。好。根据头颅 MRA 显示，患者是脑梗。梗塞的位置在内脑，这个位置梗塞呢，最容易影响肢体活动。如果不尽快治疗的话，很可能造成偏瘫，需要溶栓治疗。什么是溶栓？就是把造成脑梗的血栓溶解掉。溶栓治疗需要家属签字。来，您看一下。患者现在的情况很不好，需要尽快治疗。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抓紧签字吧。你看他现在右侧的身躯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啊！如果再不及时进行治疗的话，我担心脑梗子的面积会进一步扩大。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对啊，你们再好好想想，肯定还有更安全的治疗方案吗？啊，是这样的哈，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了一下时间，患者从晕倒到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那么溶栓的最佳时间是在脑梗发生的三小时之内，也就是说你们还有一个小时商量的时间。我自己个人建议，越快越好。你们医生就会吓唬人。我知道你们患者家属现在一定有所顾虑，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溶栓治疗是最好的方案。有数据显示，大部分患者在经过溶栓治疗之后会有明显改善。当然，方法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的患者进行了溶栓治疗以后都会痊愈，因为每一个患者他的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还有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患者在进行了治疗以后，也未必能够阻止病情的发展，甚至也发生过有个别的患者在溶栓治疗以后会出血，严重的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哦，在我们医院哈，溶栓成功的概率要比平均数高一些，那么出血的风险要比平均数低一些。也就是说，这个溶栓潜在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溶栓，好吧？没关系，如果遇到什么情况，你们可以及时跟我联系。小翔，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吧。那得多少钱啊？静脉溶栓药物的费用差不多5000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治疗和检查的费用，差不多7000-8000。这么贵？我们所有制定的费用都是通过物价局审核的。一个要5000块钱，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啊？溶栓药就是这个价。溶栓还得住 ECU， 得花更多钱。你们真打算抢钱了是吗？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呀？这样哈，如果再不尽快的溶栓的话，他脑梗子的面积继续扩大，到时候可是真的救都救不回来了。小翔，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吧。你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家就垮了。哎，行了行了，知道了，坐吧。
好好的得什么脑梗啊？真是！你会不会说话呀？哎，怎么还有这样的家属？哎，好了，别人的事情咱们不要议论了。主任，我错了。我说你什么好？对不起。哎，行了行了，既然家属已经签字了，就赶紧准备治疗吧。我现在就去安排。哎，你安排什么？人家家属对你有意见。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处理吧，好吧？主任，还是让陈医生负责吧。我跟唐画可以协助他，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急诊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要再给我出点岔子，我饶不了你。肖医生，谢谢你。别再这么粗心了，以后多长点心。肖医生，怎么样了？刚刚静脉泵入了阿替普酶，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会有效果。好。嗯。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呀？我站着吧，这样清醒一些。陆主任虽然批评了你，可没让你在这罚站。我宁愿陆主任骂得我狗血淋头，可能我觉得不适合当医生。哎呀，你别每次都怀疑自己啊！你不合适还能读到博士啊？跟你说实话吧，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就学了这个，后来也不反感。倒是我爸妈，他们呢，都是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在我们家那种小地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当医生的，觉得很有面子。可能就是这种虚荣劲儿，才让我把博士读完的。所以你更得加油啊，不能让自己之前的努力白费。哎，对了，肖医生，您为什么当医生啊？我觉得医生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从死神手中为人们争取一丝生存希望的职业了。你呢？赚钱。你可别闹了。当医护人员赚什么钱呢？我也是工作了之后才知道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的工作呢，虽然是医生，但咱们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还有情绪，所以咱们更得加油，不能让情绪影响了咱们的工作。你要知道，可能我们任何一个失误都会给患者和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可是肖医生，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大多数医生还是为患者着想的，甚至比患者的家属更在意患者的健康。但医生只是一个职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甚至需要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代价。我觉得医生要面临的东西真的挺多的。你看，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病患，我们要做到对每一个患者的负责，还要做到技术上的精湛，确实是非常疲惫的。更别提什么微笑服务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力的做好，问心无愧就好了。好了，好好去工作吧。
怎么了？什么破策划？啊，你想的什么噱头啊？观众根本不喜欢，你知道吗？如果是活动方案的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再商量一下。你看你这么大一家公司。